王总。哎 ，Hello。午饭吃好了。好。你干嘛？干嘛？你这是干嘛？说我干嘛？我跟你解释一下，王总，你说的没错，作为一个秘书，应该有秘书的样子。可是你作为总经理，应该有个总经理的样子。我吗？董事长说，让我好好帮助你。我跟你解释一下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真误会了。方秘书，麻烦你进来一下。王总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这些文件我都已经写了我的修改意见，一共有11份，不过都是手写的，所以需要你帮我整理一下，然后分类打字出来。哦，因为我从小在国外长大，中文字写的不是特别好，看不懂吗？当然能看懂。太好了，这些必须在下班之前完成，没有问题吧？下班之前我一定完成，给您送过来。好，还有这些是我对公司下半年的工作意见，麻烦你帮我交给市场部、战略部还有宣传部，让他们所有的经理，包括他们的组长，写了反馈意见给我。这些也要在下班之前完成，这下有点难度了吧？并没有啊，王总，请您放1万个心，我都会通通做好的。通通做好？是呀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最好现在就告诉我。我不希望你在承诺的时候最后做不到。不会很失望，这也是我工作的原则，可以吗？这些吗？有难度吗？专业。离下班时间还有3个半小时。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，要把11份文件的手写意见整理完毕。每个15分钟的话，共需要165分钟，就是2小时45分钟。分给各个部门收取反馈信息，包括宣传部、市场部、战略部，需要的时间是 OK。交给宣传部和市场部。旁边写出的意见，11份文件的意见都已经整理好了，并且做了分类。需要拿回去的文件放在灰色文件夹，保留意见的是蓝色文件夹，还有需要采纳意见的，我做了另外一个文件夹，都已经整理好了。都准备好了。是的，王总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3个部门的反馈意见也都拿好了。王总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了。那我可以下班了吧？可以。怎么做的？你问的是？我是想知道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方秘书是怎么完成这些工作的？不好意思，王总，这是我的工作机密哦。
以为我建工集团超级秘书的名号是随便得来的？开玩笑。